哇，这边的小鱼起手就是四万五万各三张放在这里，二万也来第三张了。小鱼目前是感觉气势是不断的往上升的哦，有在上升，是这边已经有了手上天蓝的三暗客啊，这个牌也是好牌啊，对，哦，小鱼是上升气流啊，付了一个1800是被自摸拉庄的，但是前面五把跟这把都是正，哦，这把还是自摸的，是，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大有可为的一个状况，所以他刚刚那个胡牌也是很重要，我说可过可不过那把胡下去也很重要，延续整个气势有延续下来的感觉，那看一下胡哥又面临到了一个拆搭的一个状况，胡哥今天的手牌都是尴尬考验，八条马上进来了，哇，小鱼不一样了，但这个牌三暗客在手上，六条队只能靠19万，是个比较弱的站位兵，这个而且刚好站好站满最旁边的两张，最旁边的这是我们保龄球的几号瓶跟几号瓶，九号跟十，七号跟十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七号跟十号嘛，对，七号跟十号瓶的站位兵，我这边摸了进来哦，多了一个靠行的一个状况啊，四条靠到六条队很重要。好，有听，对，这边直接马上听牌了，又是一个三啊，三开头，有了，还有一张了，刚刚自摸是三万，现在挑战的是三条，有牌有机会，哦，东风砍，有听有三万对，那哇，庆忠哥听六九饼啊，六九饼感觉很恐怖，哦，九饼碰死了，对。六饼的话还有三张，两张，两张哦，两张六饼，一张九饼，所以还有三张牌，三一白。哇，这个胡哥今天真的有点烫啊，六七饼不断的重复摸，七条，会不会转张呢？这边没，对，直接打出了七条，还是选择听了三条，三条的话最后一张在哪里？所以这边的瓜哥三条是不会动了。好，胡哥也听牌，五八，哇，绝张自摸，绝张一波流，绝张自摸，而且也是连两把自摸。瓜哥也把三条砍拿出来了，这个超级绝张啊！对，哇，小鱼卡张三克一摸六，六台七台，对。第三位玩家连两把自摸，这样的话比赛不一样了，这个真的不一样了，今天是一个得分大战啊，这个直接到第二名了，超越庆忠哥了，看一下分数，哇，这把自摸有够舒服的，这个整个气势不一样了，这把是6000多分的上升啊，6800，我们今天的女选手小鱼，哇，跟瓜哥只差2000分了，自摸了第三把，没想到在这个两圈之内风云变色啊！小鱼在前面运气很不好，跟胡哥一模一样，但是胡哥也胡一把放一把，但小鱼是零把零把。对，哇，这个直接大超车啊！绝张自摸了三条三暗客，